صيف شنجن طويل وشتاؤها قصير، مناخها معتدل حيث يبلغ متوسط الحرارة فيها حوالي 23 درجة مئوية. باعتبارها واحدة من مدن 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بالصين، تتمتع شنجن ببيئة إيكولوجية رائعة وتعرف بمدينة الغابات الوطنية ومدينة الحدائق العالمية. الجو مريح للغاية. قد سمعت أن صديقتي التالية على دراية جيدة بأحوال الطقس والبيئة في شنجن. زو شنرونغ كانت معلمة 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في إحدى المدارس وحاليا متطوعة في محمية المغروف الطبيعية. 一开始我就是为了带孩子来这写作文的，看到这一片红树林，其实不是红的，以后我就去探究它为什么是红的，这一探究十年了。你在深圳生活多少年了？两千年，一九九九年来的。哇，九九年，那其实就算是深圳人了，这么多年了，差不多，现在已经是深圳人了。 那你在深圳是不是来的地方最多的是不是就是这里啊？啊，对，就这里，除了家就这里比较多，我都不逛街的，周末都来这里。 محمية المغروف الطبيعية في شنجن هي المحمية الوحيدة القريبة من مدينة بيسين. يرتاده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زائرين لمشاهدة غابات المغروف على طول الساحل، وتتكاثر فيها عشرات الآلاف من الطيور المائية. يمكنك التعرف على الزهور والأشجار من حولك ومراقبة مختلف أنواع الطيور. في مدينة دولية فائقة السرعة مثل شنجن، فإن الاستمتاع بطبيعتها الجميلة ليس حكراً على الإنسان، بل تتخذها الطيور المهاجرة كمحطة رئيسية أثناء رحلتها الموسمية. 这个是百花鬼针草，它是打火锅最好吃。哦，以后它能够吸火锅里的油，好香的。这个是龙葵，是可以吃的，可以尝尝。对，你尝尝什么味道？像这一个颜色就不能吃，黑了就可以吃。哈密的 قليلا وحلوة قليلا， 甜甜的酸酸的，有点。人聊也爱吃，是吗？我也挺爱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个，就是这个，嘴巴是黑的。如果你看到嘴巴是黄的。 那它是大白鹿，这两个不是同一个品种吗？不是，大白鹿跟小白鹿，它不是因为体型的大小，而是因为它不同的品种。然后呢，怎么来分呢？你看它飞的时候，我刚才其实没怎么看清楚，我能断定它就是小白鹿。为什么？因为它飞行的时候脖子是 S 型的。您这个是经过多少年的观察才能够形成这种本能一样的这种反应啊？是不是每年都来看？每年不只是每年，我基本每个星期都会来。每个星期就不上课的时候都会过来。对，所以我说来回这条道上，我至少走了100趟。天呀！تضم شنجن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تطوعين مثل زو شنرونغ وهم يؤدون دورا كبيرا في حماية البيئة الإيكولوجية. ومع انتهاء العام الجاري كان هناك ما يقرب من 1000 حديقة بالمدينة، وبلغ معدل التخدير أكثر من 45%. 我感觉就是特别的法治，而且文明，生态也特别好，所以这十多年来就一直从事于这种生态环境教育吧。那不同的嘴型 其实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那吃的不一样，你就知道它吃什么，你就去哪里看它。它吃鱼的，你肯定不会在公园看它，对对对对，是吧？它吃虫子的，那你可以在林子里看它。那我有个问题啊，赵老师，这个画是您自己画的吗？不是，我让学生画的。让学生画的，让观众看一看，太可爱了，这个。这学生画的，这太明白了，一下子就浅显易懂啊，就是。 每年这样冬候鸟那么多，有十来万只鸟，那读在这里为什么不会打架嘞？就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啊，就相安无事了，长知识。所以你现在已经从一个一开始的语文老师，就变成了一个
生物老师了是吗？对，所以有人说我是个鸟人，以后我就是讲讲鸟嘛。哎，不会是真的现在就不教语文了吧？真不教语文，我教科学了，就是教转行了。对对，因为这个跟书本和这个大自然结合起来还是比较有趣的。嗯，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是了解了，他是会喜欢的，他喜欢了以后，他自然就会保护他了，也不用说我们天天哎呀这不能动那不能动，那是因为他不了解嘛。他真的了解，你看着那么可爱的，你会去抓来吃吗？你也不会。所以我就有一个就想法，就是真正做教育，而不是照本宣科，就是让他们先接触、了解、喜欢。然后我妈就说：“你就是嫁给红树林了。”